西西，你快被开除了！被魔方市最好的学校开除了！这两天晚上，我都听见你房间里有动静，真是太神奇了！你们真的是从官头里来的？你到底交了什么坏朋友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开始考试，陆西西，他们真有办法帮我吗？答案都格式都一样，合起伙来集体作弊，谁给你们的答案？是我。 陆西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因为在这所学校，成绩差就只能坐在后面，什么坏事都要背黑锅。西西，既然鲁西西对学校意见这么大，那二位就抓紧给他办退学手续吧。主任，要是我学习不好，你们还喜欢我吗？不喜欢？谁会喜欢学习不好的孩子？我们希望你有好的成绩，将来有一个好的学历，长大以后有能力去过你喜欢的生活。 爸爸妈妈希望你快乐。我们都不是完美的孩子，学习成绩很重要。成绩好就是好孩子，成绩好就是好孩子。鲁西西，但还有很多更重要的品质值得我们珍惜：坚定自己的内心，勇敢追求。